我而家就为大家介绍下呢个为期两个月嘅紫色牛牛肚剧场啦。咁呢个剧场咧，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表演嘅、哦，例如有杂耍啦、跳舞啦、栋笃笑等等，可以讲得上系应有尽有啊！如果想知道多啲详情，就快啲嚟呢个紫色牛牛嘅网页睇下啦。